业的学校，所以他第一年其实打还蛮挣扎、蛮辛苦的，因为从开山上来，他第一年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进攻。廖根豪反而是球队的大长人呢，已经投了两次的三分了。朱云豪这边是一个wide open，再来一记。这空档还有待提升哦，当然他就比较多琢磨于在外围的投射。古毛再分到底角，另外一个助攻送给了谢雅轩。这个传导真的相当迅速，打起来行应该也要找到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。对，我们千万不用太担心进行磕到。陈明玉投进了底角的三分外线，再一波的篮板。古毛维加小球送给国汉。 穿针引线的古毛维加想要连进两个，但是没有。国汉成了禁区的一哥。看到，王建成没把握，对方的快攻来了，太快了，飞得很高啊！这真的就是只有花大概三秒。三分外线，谢亚轩再来自左边的，对。<笑> 最近好像有蛮多的 slogan， 像 HBO 的无所谓，畏惧的意思。谢亚轩第三分球目前全部是三分线外，得到了12分，又没有人守他，再来一记。其实这一球因为在防践行的反击机会，哦，他也在等他秀一下吧，王胜林，让胜林充满。